向武汉的各位先生们报告的题目啊，叫《社会变革与王朝转型》，评说晚清，道显王朝。这个题比较笼统，也比较大，啊，另外大家啊，往往会有一些误解，也不能说是误解吧，就是大家往往有这样一个印象，说是一提到道光咸丰啊，大家立马就想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屈辱卖国、腐败无能，啊，我感觉。啊，我个人的感觉也不一定对。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对历史的敬畏感。提到古人，不是这个反动，就是那个卖国，再不然这个腐败，那个无能。说来说去，说到最后啊，就是自己最伟大，最了不起，就连自己犯了错误，都说是受了古人的什么什么思想的侵袭啊。我想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要让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备受尊敬，我们应该善待先人，敬畏历史。当然大家说那么道光咸丰他们不卖国吗？我想卖国这个问题应该是铁案，我们没法否定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不是问题的全部啊。要那样的话，我们还研究它干什么呢？我们干脆就开一个道光咸丰卖国罪行声讨会就得了呗。如果要开这样的会，我估计大家也不会来啊。道光、咸丰这两位一百多年前主宰中国命运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成了古人，我们怎样评价他已经跟他无关了，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利益或损害，只是反映着我们今天人的水平，反映着我们今天人对历史的态度啊。在这个王朝已经逝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啊，讴歌或谴责都没有多大意义啊。关键是我们回顾那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启发，带来多少借鉴，从而避免前人的覆辙，这才是应该是我们的用意所在啊。道光和咸丰啊，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六、第七代君主啊，是1821到1861年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父子关系啊，也就是说啊，他们爷儿俩主宰中国命运40年，其中爸爸道光在位30年，儿子咸丰在位11年。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时代是没法选择的。我们活在世界上啊，都不容易。不容易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面临着很多选择。选择有的时候就等于放弃，因为你选择了它，你就放弃了另一个嘛，啊。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本身就没法选择。那有的时候我就合计，我怎么就是中国人呢？我怎么就不是柬埔寨人呢？啊，这不用我选择啊，这天生他就已经注定了。那么
道光和咸丰这两代君主，他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他也没法选择。这个阶段是个什么阶段呢？它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也是清王朝的衰落期。大家知道啊，在中国历史上，几十个王朝盛衰轮回，哪个王朝都避免不了兴起、鼎盛啊、衰落、灭亡这么个过程。这就构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王朝更替轮回的一个周期性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不能说只有中国独有，但是呢，中国这个情况啊，非常明显。就是一个王朝一建立之后啊，统治者都雄心勃勃，希望自己传啊万古千秋传下去，但是呢，短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上百年，他终究难逃灭亡的那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周期性现象呢？我想啊，应该是三个因素造成的啊。第一个因素，中国古代啊实行皇位世袭制度，这必然导致统治者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这好理解吧？那开国帝王都是竞争上岗，竞争的胜利者登上权力的巅峰，竞争的失败者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开国帝王都是雄才大略，并且能影响到第二代、第三代。但是后代的统治者他就未必面临这么严峻的竞争了。他从小生在深宫，由太监、宫女给抚养成人，人格都未必很健全，更不了解什么社会利弊、民生疾苦了。他就凭着他是皇帝的儿子，他就有可能接班做皇帝，那素质他能有保障吗？所以中国古代这个王朝啊，他也想法扭转这个问题，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怎么扭转呢？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加大教育的力度，清朝皇子的教育严苛程度中国历史上第一，六岁呢到书房去念书啊，一直到十八岁，早上四点钟上学，晚上五点钟放学，披星戴月几十年啊。但是教育这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万能的，它能有效果，但它也很难说从根本上来扭转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那这是一个办法，加大教育的力度。另一个办法呢，就是皇帝要多娶老婆，来保证生很多儿子，来优中选优。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皇帝好，他一顿饭呢能吃上百样菜。后来的年纪再大一点，发现皇帝更好，能娶很多媳妇儿。前一段我才闹明白啊，感情人家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啊，所以我对中国的帝王啊，还多了一份敬仰。他娶很多妻子，他为了生很多孩子，他问题在哪儿呢？他即使娶了很多妻子，依然不能够保证生很多孩子。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历史上王朝晚期啊，这皇室都生不出孩子来，好像不光是敝国，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要是到了产房里去生孩子都成新闻了，外边跟产房外边有好几百记者在等着发消息呢。看来这皇室统治时间一长啊，这孩子一般都很难生出来。大家奇怪，说这很简单的事情怎么到他那儿就复杂了？
后来我琢磨，我这人好琢磨，反正瞎琢磨也不一定对。贵族啊，讲究的是一个血统，血统要有越纯越好。时间一长，血统肯定越来越纯，但生殖力必然下降。你要讲生殖力强，那还是杂一点为好。那动植物界普遍如此。那这是一个问题，皇位世袭能改吗？不能改啊，必须得皇位世袭，那妥了，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二，中国古代啊实行这个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必然导致人民跟政府的对立啊越来越深。当一个王朝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啊，历史包袱轻，社会问题少，政府跟人民的对立不深，并且经过大乱之后，那中国的王朝大多都是经过大乱呢之后建立起来的，人们也容易满足，所以政通人和呀，啊，社会相对和谐一点。但是呢，上百年积累之后啊，各种矛盾积重难返，问题成山，统治者差不多就坐在那个火山口上了。加上和平时间一长呢，那必然人口越来越多啊，国土面积就那么大啊，人多地少的矛盾啊都突出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古代这个专制制度啊，它必然导致这么个结果。第三个因素，中国古代实行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一买卖就买卖出了个什么结果呢？我一说大家就肯定有很深的印象，土地集中。土地集中就是多数人有地，少数人没地。因为大家知道，是人和人的差别啊，是动物界里边最大的。你说那马跟马，牛跟牛，有差别不是很大，就是这个人和人的差别最大，甚至一个人都可以领导50万个人。那么你说这个地，有的人能力强啊，他能种很多地，有的人能力差，能力差的人往往运气还差，你赶上天灾人祸怎么办？卖地都卖给他了。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大多数人没地，那今天话说不就是社会财富占有不均吗？贫富差距悬殊吗？那么这个社会不就容易动荡吗？大家看看，这三个因素一叠加，必然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都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那么道光皇帝就处在啊这么一个环境上啊。这个时候啊，清朝入主中原已经200多年了。当然到道光继位的时候还不到200年，180多年啊。大家说你开头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啊这王朝几十年上百年啊就得灭亡，清朝怎么干了200年呢啊还没亡呢？中国历史上这个王朝有长有短，你发现没有，它建立的过程越坎坷，经历的动乱规模越大，它延续的时间越长。清朝这个时候啊，道光继位的时候是180多年啊，表面上看啊这个王朝江山一统，金瓯无缺，但是实际上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国家机器百病丛生，社会矛盾危机重重啊。统治者面对这么个情况，不甘心沉沦，又难施回天之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处于
焦灼和困顿之中，太难了。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他们腐败无能，他怎么就不能够转危为安，怎么就不能拨乱反正呢？他面临着非常多的难题啊。中国所有王朝晚年所面临的难题，道光、咸丰皇帝都面对着。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啊。这里边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官员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到什么程度？道光是1820年的阴历的9月份接手这个中国的，在他接手之前的半年，我们中国居然会出什么事儿呢？兵部大印丢了。兵部啊，中央职能部门不是6部吗？吏、户、礼、兵、刑、工嘛。兵部是国家最高的这个军事管理机关，你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啊。你这个最后兵部的这个领导有一天发现他这个印没有了，没了，说怎么弄啊？说先找吧，找好几天找不到，跟皇帝说了，皇帝说那就是派人去侦办一下这个案子。这一侦办，经各方面权衡，说是被盗了。这家伙更气人了，你这兵部，你最高军事管理机关，你这让盗贼给光顾了。那个印是白银做的，啊，值一些银子，所以让人给偷了，啊，怎么偷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到清朝灭亡也没破，最后就最后那些兵部的领导啊，他们自己掏钱又重铸了个印。我说他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呢，啊，道光皇帝就接手这么个国家，上台之后大家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嘛，道光下令在全国清理积案，就是让全国各地方政府查一查，看你们这个管辖下的这个监狱里边有没有这个案子还没结呢。其中在四川就清理出一个什么案子呢？把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了，关进拘留所了，一直没审，多少年没审呢？35年没审啊。这道光他气得不得了，说到底为什么给抓，谁都说不清，问这个人都忘了，这就是他给关了35年啊，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呐。 啊再一个就是权钱交易成风，贪污腐败严重。清朝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国家它不让这个公务员贪污的，你一旦贪污它要处理的。清朝它是这么个原则，基本上国家对公务人员的贪污它是睁个眼闭个眼的，只要你不激发群体性事件它不管啊。所以这个吏治也很成问题啊，很成问题。因为什么呢？中国就这么个体制啊，我说过去啊就那么个体制。什么体制呢？这个当官的呀，你这个官能不能获得提升，关键你能不能获得上级的好感。你获得上级的好感你就能提升，怎么才能获得上级的好感呢？你别忘了，在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你离了钱你怎么获得上级的好感啊？所以他这个必然呢就造成这么个问题，吏治腐败，哪个王朝都是如此。第二，土地集中，我刚才说了啊，土地集中就是这个土地也都跑到少部分人手里了，大部分人没地，没地他就得租别人的地，他受的剥削就重，生活就没有保障啊。一旦遇到灾害他就破产了，破产他能等着饿死吗？当然很多人就等着饿死了，但他总有人要起来造反呐，啊，你这个问题怎么办？咋办？谁道咋办？这是没法办啊。第三，经济危机啊，这个经济危机跟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经济危机啊还不一样啊，是古代社会那种经济危机，表现就是啥呢？这钱不够花，
大家说那钱不够花，就算经济危机的话，那我们现在都不够花，那多少钱都不够花。啊，清朝这个什么，清朝这个赋税体制啊，非常成问题。他确定在清朝初年，顺治、康熙皇帝给确定。这个体制，你要说好吧，它就是人民的负担比较轻。怎么轻呢？税种少，税率低。而且，康熙皇帝还说了句什么呢？永不加赋。就是说，我们大清朝赋税标准呢，永远不许提高。后代子孙谁也不要说打什么主意，开个听证会啊，忽悠忽悠把价格提上去，把赋税就提是不可以的。清朝的赋税标准大体相当于明朝中期的水平，它税种少啊。中国古代一个是田赋，再一个是人口税，人口税让清朝啊基本上就给取消了啊。此外还有什么盐税，那就吃那个调味品那个盐，还有关税等等啊。税率呢也很低，清朝的税率我们也很难说得很清，它大体3%、5%这么个情况啊。你要关税、盐税，它也就1%、2%啊，它永远不许调整。那么到道光那个时候就面临个什么问题呢？那这钱不够花。就是说道光年间啊，我们中国每年收的赋税啊是4000万两白银，从税额上来说它不比乾隆年间少，可是人家乾隆年间不但够花，还能剩点儿。现在的这甭提剩了，干脆就不够。这日子怎么过的呢？人家能过下来，你咋就过不下来呢？别忘了这时代不同了啊，乾隆年间的物价水平它肯定比道光年间要低呀，能低3倍啊。乾隆年间我们中国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啊，那是盛世吗？动乱也少，你现在只成天闹事儿，你闹事儿你就得去镇压，镇压就得拿银子。问题你还不知道他哪天闹事儿，也不知道今年能闹几回事儿，也弄不清啊。反正你赶到这个时候，什么事儿都一起来。黄河从嘉庆年间以来，这个泛滥就非常严重，3年2绝口，绝口你就得堵。赌实际上就是往里扔银子，啊，扔多少，少则500万，多则上千万，你还不能不赌，啊。大家说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干脆就不够花，逼急眼了。清朝就有一个办法，啥办法？那道光只有一个办法，卖官儿，增加一些新的税种，老百姓不干，祖宗有言在先。提高赋税标准，老百姓也不干，祖宗也有言在先，那就卖官吧，啊！经济危机，另外这个时候农民起义啊，风起啊，太平天国，道光晚年闹腾起来的，等咸丰这一朝啊，这太平天国从头打到尾，国家大片的这个土地啊，被这个太平天国占领啊，那么。那后来这个清政府基本上把这个太平天国运动把它控制在长江流域，但是呢淮河流域还有捻军，另外呢伴随着太平天国还有各地的会党啊，西南啊，在我们的云南啊，四川啊，还有什么的各民族的起义啊，这些问题这是一起来，多难呐。可是我刚才说的它还是普遍性问题呢，哪个朝代都遇到过，道光和咸丰他雪上加霜的是他还遇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难题，就是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遇到的难题。什么呢？括号一，人口爆炸。中国历代的人口啊，清朝最多，有清一代的人口啊，道光朝最多，因为道光以后我们中国一直在打仗啊，
基本上这个战争才遏制了这个人口啊增长的这个势头啊。道光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有多少人呢？4亿多人呐、啊！啊，这是什么概念呢？我拿两个例子来说话。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只是在明朝末年曾经接近过1亿人口，长期在4000到7000万间徘徊。你到道光的时候就40000万了。当时世界上有多少人口呢？10亿多一点，中国就占世界的1/3，远比今天中国人占世界的比例要大呀。今天我们是占世界1/5。大家说这清朝怎么弄出这么多人来呀？啊，我们史学界有很多解释，我感觉谁的解释都很难有说服力，哪个朝代都没弄出这么多人来。人多不一定都是坏事儿，大家说是人多势众啊，啊，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身影，那当然我们心里有底儿，你走到哪儿我们心里都有底儿，你到巴黎到纽约走到机场很多中国人，啊，人多势众嘛，但是你要是打群架人多他当然是好，啊，人多势众，可是呢，这个人口爆炸呀。给道光皇帝带来两个困扰，第一，劳动力的剩余，什么剩余呢？大家知道劳动力你得给他提供就业机会吧，我们40000万人口啊，劳动力人口是1.5到1.6亿，1.5到1.6亿，你得给他提供什么就业机会？当时农业国家呀，他得种地嘛，我们有多少地呢？10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在清朝就能耕10到15亩耕地，大家一算，你说我们用得了那么多人吗？怎么办呢？所以你看清朝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流民呐、啊，他没事干，他到处溜达呀。一个社会这个流民要多了，那个流氓也少不了，这是社会肯定他不能安定。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都没有像清朝那么多的土匪，清朝匪患是非常严重，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土匪特别多啊！你像我们的祖先从山东迁到东北，你要不干农民就是干土匪，那清朝流民多土匪多，我们中国两个大土匪窝，一个鲁西南，一个是湘西，这是一个问题，劳动力出现剩余了。再一个，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人民的生活。我这算了个账啊，说清朝人你要想免于饥饿呀，每年人均占粮占有粮食要达到1200斤，而当时啊，粮食亩产量啊300-400斤，也就是说啊，人均占有4亩地，你才能免于饥饿。大家说当时这清朝人怎么这么能吃饭呢？我们怎么吃不了那么多饭呢？你别忘了，当时啊，没什么菜，不像我们现在是吃什么鸡蛋呐、啊、牛奶呀、啊，但牛奶是喝，那个还有什么什么肉啊、什么鱼啊，清朝没这个玩意儿。我们中国人把进餐叫吃饭，就主要就吃那个玩意儿，啊，像那北方人他做一锅面条，往碗里一盛，拌上醋、辣椒、蒜。搅吧搅吧，呼噜呼噜就吃。他没有菜，你没有菜，他必须得有相当大的消费量，他才能不饿，菜能不饿。老舍先生不都讽刺过旧中国的富人吗？劝导穷人说：早晨起来不要吃3碗面条，啊，要吃什么呢？吃2片面包就够了。啊，再吃2个煎鸡蛋，几片火腿，喝2杯牛奶。你早晨起来3大碗面条。干肚里了，完了拎着洋车拉拖着洋车出去拉洋车去了，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就是站着啊。你算这个账，我们4亿人口，我们需要16亿亩耕地才能够保证我们粮食供应量，当时就10亿亩耕地，我们一个月一年之间得有几个月粮食缺口啊。
我们说这个事情啊，说起来都很轻松啊。你对道光皇帝来说多大的压力？正常的年景，我们中国有几个月的粮食缺口啊，你一旦遇到灾荒，遇到什么，那怎么办呢？老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吃不上饭？那就吃树皮，吃草根呗。再严重点，我们中国人连人都吃过呀。我们的祖先发明个词叫一子而咬其骨嘛。啊，如果一个社会要到了吃人的这个地步，那么道光皇帝这个宝座可就不稳当了呀。啊，很危险的。往下说，这是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北方，当然大家在湖北这个地方生态环境好啊，啊非常好，中国过去的农业大省啊，中国北方就完蛋了。这个时候黄河泛滥，黄河到了一个改道的周期了。大家知道那个黄河河道啊，在我们中国历史地图上它不是固定的，它就不断的改变，他几百年就得改一次。为什么呢？他黄河泥沙多呀，把河床抬高，抬高大家就修这个堤坝来约束它，越弄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你的坝也没法再修了，只能让它改道。这个时候已经到改道前夕了，所以三年两决口，决口就得堵啊，蝗灾频发，干旱都赶上了。还赶上这么个事儿，毒品泛滥，你说怎么整？从嘉庆年间开始，英国向中国走私毒品。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大家知道啊，这资本主义它跟市场离不开，它必须得拓展海外市场。英国知道说中国人多，中国人多呢，它的市场大，所以到中国来干啥呢？这来做买卖呗。中国有三样商品呢，它离不了。第一是茶叶，大伙儿都知道。第二瓷器，第三丝绸，他到中国来买。英国人比较理想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他把他的商品运到中国，卖掉之后呢，他买我们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再拉回去，他一来一往做两笔买卖。他运来这些玩意儿，中国人不买，就是不买。中国人倒其实还是挺喜爱的，哎。你要不要钱他是愿意要的，但是不买。他运来一些什么玩意儿呢？铁器啊，运来一些纺织品啊，还有一些高档奢侈品，不买。英国人后来没辙了，就干脆什么呢？运来一些钱，他把这些钱投到中国市场买茶叶再运回去。英国人就合计说，中国人能买啥呢？但是中国人不买的原因主要是穷，我们买不起啊，买不起。但英国人他很简单，他知道你中国人穷，但英国人他是这么来理解你这个穷的：你虽然穷啊，但你不人多吗？你们一个人买我一顶睡帽，行不？要买我一个手绢，行不行？啊，那积少成多，我肯定也能发大财。那结果不买。后来英国人呢，选择了鸦片。这个问题严重了，它造成什么危害呢？第一个危害，它加剧我们中国的经济危机。什么危机呢？大家听说有个词吧，叫银贵钱贱。那清朝这个王朝才成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商品经济社会，这个王朝啊，它的货币很混乱，它流通两种货币，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流通人民币，那时候是流通制钱，就那个铜钱儿和白银，它流行两种货币。这样一来，这两种货币你有个换算比例啊。大家知道啊，老百姓啊，柴米油盐的这个交易啊，用钱；大宗交易用白银。你说我去买十斤鸡蛋，我拿二两白银去买，人家可能卖给你吗？你想，你拿白银去，人首先得计较成色，就是含银量。中国在清朝流通的白银呢，最高含银量是70%，是吧？你还有像有些城市流通的白银含银量才50%，
首先得计较诚实。你看那个电影里面有看那个拿那个银子在嘴上咬一下子，然后看一看，大体把握一下他这个诚实。完了你还得分割，你还得有天平。你说我买十斤鸡蛋，我拿二两白银去买，你买不来的，你得拿大钱儿啊，不是大钱儿啊，制钱儿。咸丰以后叫大钱儿，咸丰以前就叫制钱儿。这样一来，银和钱之间有个比例呀、啊。一般是1000文大钱儿兑换1两白银，这下麻烦了，白银都拿去买毒品了。那么一下子干到什么呢？你像在湖北呢，林则徐统计说干了2000文制钱儿兑1两白银了，你这不等于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吗？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清朝不允许毒品啊输入中国，那么输入进来的毒品全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走私来的毒品它怎么能走进来呢？它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走进来的，你这不就腐蚀了国家机器？当然还有个问题是，这个毒品呢危害了中国人身心健康。那肯定的，一个人一旦吸上毒之后，这个人呢基本上就完了啊。怎么办？我们经常说呀，说这清政府腐败啊，禁毒无力啊。我负责任地讲，禁毒是世界性难题。你说道光他无能，他确实也无能啊。你换了别人他也禁不了啊。你说怎么整啊？毒品泛滥，这都是空前的问题啊。还面临着西方的挑战，西方殖民者他让我们中国开放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什么？是闭关社会啊，我不对你开放。这个闭关不是说我们中国像铁桶一样的关闭，它只开放啊广州一个地方跟你做买卖。那外国人不满呢，说你都应该向我开放，清政府不干。那么170年前，1839年啊，湖广总督林则徐先生啊在虎门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创举，虎门销烟，被英国人的鸦片给他没收了，在虎门那儿给他销了。那是我们中国人的扬眉吐气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给人类做的一个大贡献。1839年6月3号销烟，销了23天，26号那天销完，那天联合国命名叫世界禁毒日吧。那么英国人借着这个机会就发动了对华的战争，发动了战争，清政府打败。你们看啊，这些问题一起啊压在这个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肩头啊，这是一个多么险恶的环境。可以这样说，就是大清朝这条船呢、啊已经航行了200多年的这条破船呢、啊、在道光咸丰皇帝的驾驭下驶进了惊涛骇浪的好望角，搞不好立马翻船玩完。也就是说，道光咸丰他们面临着亡国的大祸啊。道光和咸丰啊对这个局面他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任务的艰巨、责任的重大和前途的凶险。我看那个谁那个清朝那人写那个日记，那里面都提到了咸丰都已经考虑过可能亡国的问题了，多么沉痛的问题。亡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亡国意味着换一个纳税的机构而已。那在当时对清朝皇帝来说，亡国对他来说就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光和咸丰皇帝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在这个王朝的命运已经被铸就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把这个王朝的生命周期拖到了1912年。这期间清朝长期
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是多次起死回生，长期衰而不亡。而且呢，他的这个过程还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一系列的对华的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什么叫雪上加霜？哪个王朝面临过这样险恶的环境？那么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依然能够坚持这个王朝那么长的时间不亡，那不是一个奇迹吗？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道光咸丰的应对措施，当然措施很多了啊。第一，勤政。清朝皇帝啊，在勤政这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当然，大家知道最勤的是雍正。那雍正勤到什么程度？雍正自己说，一天就睡四个小时，成天在那忙，啊，确实忙，啊。你按照清朝皇帝作息时间，早上4点钟起床，啊，起床洗洗脸啊，方便方便，4点半就召见军机大臣了，啊，研究研究今天都有什么事儿，因为军机大臣24小时值班啊，啊，6点钟开早朝，啊，6点半到7点早朝就开完了，啊，早朝主要是个形式，啊，然后就开始处理政务，处理什么政务呢？接见官员，全国的、中央的、地方的，到什么呢？到北京来，他要接见，要做出指示，然后要批奏折，啊。当皇帝啊，要想干好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他每天都得处理几件、十几件，中国最为难的事儿。谁处理不了的事儿，都送到他那儿。别人处理不了，他也挠头，他也没办法，但是他没地方推啊，硬着头皮来处理，啊，勤政这一点，道咸两代皇帝能够坚持下来，啊，当然大家从一些野史上看，说咸丰稍差一点，那个人比较风流一些啊，经常搞点婚外恋什么这些事儿啊，不过也可以，也可以啊。第二，爱民这个说法啊，我想啊不是很准确，应该叫恤民。这一点道显王朝做的都可以，这是清朝皇帝的传统啊。你比如说每当遇到灾荒啊，国家要救济，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地方遭了灾的话，地方官要是不向中央报的话，中央不知道，你现在没法隐瞒，那个时候都能隐瞒的。清朝特意规定，地方官要是隐瞒灾荒的话，要受到严厉处分啊。一旦遇到灾荒，他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把灾区的这个赋税给免掉，其次呢要发救济款、救济粮啊。遇到水灾要帮着老百姓啊搭房子啊，搭一些简易房让他住啊，那么还要支起几口大锅给他煮什么呢？煮小米粥，不要钱，怕他饿死啊。那么道光咸丰这个皇帝啊，他遇到国家的庆典也能想法给老百姓一些实惠，这也是清朝的传统。什么庆典？你比如皇帝过生日，康熙60大寿，乾隆60大寿，他都要给老百姓实惠。什么实惠呢？你标准的啊，就是清朝给老百姓实惠的标准。第一，啊，康熙、乾隆都做到过，全国免税，就是这一年全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啊，营业税都不收了。第二，这一年要大赦天下，当然所谓大赦呀，也不是全赦，啊，有一些罪名他不能赦，啊，十恶不赦嘛，啊。这一年还要干什么呢？还要搞科举考试，啊，科举考试3年1考嘛。但是呢，今年加考一次，相当于扩招，给读书人一个机会，啊。道光咸丰这个时候啊，他要想免税是
是免不起了。但是我看材料，咸丰十年，1860年，那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岁月啊！北京大学毛海健先生讲，他说咸丰十年是清朝立国以来内外交困、危机空前严峻的一年。英法联军气势汹汹要打上门来了，南方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遭遇重大挫折，江南大营溃败了。你就在这种情况下，咸丰皇帝还做出了一个批示，什么批示呢？因为这一年是他30岁生日，按照祖先的惯例给老百姓实惠，给啥实惠呢？免税，还免税呢啊，这个时候国家已经穷掉底了还免税。但是咸丰还做出一个指示，说中国的老百姓谁家如果有7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这一家我可以免除一个年轻人给国家服役的义务，就是说让他回家照顾照顾老人啊。他还是不愿意做一个人心丧尽的统治者，总希望老百姓啊去说他们好。但是老百姓说他们好，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说，也可能是言不由衷的说，但是清朝皇帝还是希望他发自内心的说。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清朝老百姓歌颂清朝皇帝也是发自内心的。周总理怎么说这样话呢？因为周总理啊接见了溥仪先生啊，跟他谈起了清朝的历史啊。溥仪不断地向周总理忏悔，一边忏悔一边哭，那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感谢党赦免我，感谢党不枪毙我啊。周总理就跟他谈了很多清朝的历史，他们都能严格限制什么呢？地方官给皇帝进贡。乾隆的时候地方官进贡最厉害啊，地方官给皇帝进贡，我跟你们说，他就跟那个下级给上级啊行贿是性质差不多啊。这乾隆的时候大家知道乾隆是收藏爱好者呀，这地方官给他淘宝，到全国各地给他淘什么画啊啊，什么什么工艺品呐、啊，还有什么什么文物啊，不管真假，反正弄得只论贵贱，不管真假，给弄北京去。嘉庆皇帝就不这样了，嘉庆告诉说，地方官以后进贡一律进土特产，土特产相对便宜啊，啊，你比如说江西的瓷器啊，福建的荔枝啊，啊，还有浙江的茶叶，敢是。道光强调说连土特产都不要进了，都不要进了啊，都不要进了。他说这地方官跟他解释啊，说这个东西不值钱呢、啊、他说你不要说不值钱，东西可能不太值钱，他说运费贵啊，你雇人给我挑北京去，那运费得多贵啊。道光他引用中国古代圣贤的话，他说百姓足，君俗与不足，百姓不足，君俗与足。啥意思呢？这话说得太好，就是说老百姓富了，我道光皇帝能穷吗？老百姓穷，我道光能富吗？啊，你比如说在恤民这个问题上，咸丰帝能做出这样一件事。在咸丰四年的时候，这个太平军啊，这封建士大夫记得哈，对太平军有一个污蔑，就是咸丰四年的时候，太平军占据扬州，清军将领啊围攻扬州，围攻不下，清军将领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把高邮湖大堤给我挖开，水灌扬州，玉石俱焚。这办法好不好？把扬州把那个高邮湖给他挖开，啊，我让你不投降，啊。作战方案上报皇帝，咸丰帝做了个批示，扬州可还取，无病伤，无百姓。就是说宁肯把扬州拿不下来也别这样做，这样做的话我这个王朝得罪人太多啊。往下说，
节俭。要说中国帝王里边最节俭的，我想就是道光了。啊，我说他是抠门皇帝，有点调侃的意思。道光可是生长在挥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人呐，他看到过他看到过他爷爷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是他当家的时候，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负责任地说，道光皇帝不比我们当时中国南方的大地主生活的好，啊，节俭，每顿饭四个菜，啊。除了他，还有他妈啊太后，再加上皇后三个人以外，宫里边其他的人不过节，不能吃肉，啊，御膳房杀猪得奉旨，那随便就给杀了，那玩意儿很贵的。啊，穿着大补丁的衣服，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那还不就是国家穷吗？啊，咸丰皇帝啊，这么说吧，道光这个节俭啊，影响不大，就不用说别人，他对他儿子影响都不大，啊。对他儿媳妇影响也不大，但是咸丰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节俭的例子可以提出来。那故宫里边都有咸丰亲笔写的什么呢？写的告示。这个告示专门在紫禁城里边张贴。他写什么告示呢？咸丰这个人他妻子多，估计有那么二三十个。这家这些妻子们都想法打扮自己，来吸引这个老公的注意力啊。咸丰特地写了个上谕啊，就是圣旨。啊，对嫔妃她该穿什么样衣服，戴什么样首饰，都有详细的规定啊。说不许戴手镯啊，不许戴这耳环呐，啊，穿的衣服上不许什么滚边啊等等，啊，都尽量保持一种朴素简朴的这个精神。第四啊，第四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有力度的改革了。什么改革呢？就是对汉族官僚。开放政权，哎呦，这个改革的力度大。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人口少，他对汉族的戒心必然就大。满族才多少人呢？很奇怪，这个民族在这200年统治民族的地位坐得很稳稳的，这个民族一直繁衍的不是很厉害。他入关的时候，满族就几十万人，我估计能有50万人，这个民族能有50万人。到清朝灭亡的时候，这个民族也不过就几百万人，啊！哎呀，这个民族统治庞大的这个汉族，统治广袤的中国，他心里一直没有底儿，他心里一直没有底儿。你清政府他戒心很大的，他后来就把东北给封了，汉族一律不让进。他为啥不让进呢？统治庞大的汉族，他一直有一个什么想法？哪天要干不下去了，我还回去。他为什么选择首都选在北京呢？那么那地方离东北近，啊，干不好回家方便，啊。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个首都定在北京，在近代，我们民族吃了大亏的。啊，你想，我们的首都要定在武汉的话，中国的历史是另一个样子的。啊，这很奇怪的事啊。北京那个城市啊，离海洋太近，缺乏战略纵深。西方殖民者把船开到天津，完了，咋办呢？北京到天津之间180公里，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我们中国人的经典战术说诱敌深入，你干脆不敢诱，啊，他到了天津就算是深入了，啊，上了岸你挡不住。所以清政府外国人一打我们就妥协，一打我们就妥协。你要是弄到武汉，外国人敢来吗？啊，我让你来，让你来，你来，啊，我开放，我让你过，他肯定不敢。啊，那中国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了，啊，清政府把这个首都选在北京，它在很大程度还是考虑离东北近，
当然了，明朝也是选在北京的。明朝选在北京，它主要是个防蒙古的考虑。啊，他蒙古他老打他，这明朝皇帝这就把这个首都定在国防线上，让后代的子孙不能退缩，你务必给我顶住，顶不住也得顶住。啊，死了之后我埋到前线上去。十三陵不就在长城脚下吗？长城不就是前线吗？啊，但是元朝定在北京，那是因为也是因为这儿离蒙古近，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不知道啊，清朝皇帝这个压力，他一个小民族统治一个大民族，啊，那么对汉族的戒心是很大的，他给满族非常多的特权，什么特权呢？啊，满洲不用做工，不用务农，啊，也不用考试就能当官啊。那么满洲呢，分成八个旗，啊，八大军事单位，那么靠当兵领军饷。大家说八旗兵嘛，靠领军饷啊，就可以生活了，啊，对汉族是有戒心的，啊，始终对这个汉族啊不放手，啊，不放手。从道光朝啊开始调整过程，那道光皇帝任用了不少啊有才干的汉族大臣，把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让他们住。你像湖广总督，清朝最重要的位置，我跟你讲啊，经济上最重要是两江总督，其次是湖广总督，政治上的最重要的位置是直隶总督。湖广两江的道光都已经开始让汉族人做了啊，两江桃树啊，道光朝的政治明星啊，湖广林则徐，这是道光朝的新星啊。你到咸丰的时候啊，清朝就做出了另一个大的让步，什么让步呢？允许汉族掌握军权。啊，咸丰十年这一年，咸丰皇帝就做出了一个清朝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大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东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军规解制，把半个中国的军权就给曾国藩了，啊，还是有魄力的，啊，我们看呢，康熙呀、乾隆这些皇帝都是，告诫世世代代的子孙要守住这个满族的这个传统，啊，到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放手了，你在。康熙乾隆那天是不敢想象的，而这一点拿今天话说，他等于给清朝扩大了统治基础。当然王朝付不付出代价呢？代价是免不了的。你到晚清的时候，汉族人不就取得了对我们中国的支配权吗？皇帝是满人，但是皇帝他得听汉族大臣的啊。你们湖北省政府在历史上有影响很大的，那个省长张之洞，啊，湖北省长干的名声最大的就是那张之洞，啊，你朝廷大政你得听张之洞的，啊，北方听李鸿章的，啊，但是呢，这个变革还是做得好的。第五，默许人口流动现象。人口流动啊，在我们中国古代是被严格禁止的。大家知道啊，但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呢，还有一些年纪稍大的人。大家知道在20年前啊，我要出差的话，我第一步先得开介绍信。20年前，89年恐怕问题不大了。25年前吧，必须得开介绍信。你没介绍信，你住许都住不上啊，啊。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传统，这个人呐是有户籍的，
要严格控制在户籍那个所在的地区，不许流动的。古人是不让流动，当然古代流动也比较困难，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啊。但是到道光这个时候啊，出现了新问题了，人多地少怎么办？从道光朝开始，绵延上百年的中国人口大流动，三大流动：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啊，清政府已经不限制人民了，说不是说不让他流动了啊，流吧，他不管了啊。走西口就是我们山西啊、陕西这一带对西北地区的迁徙。下南洋是中国百年人口流动当中最光彩的一页，中国人是不允许流动的呀，流动你触犯国家法律，而且清政府规定你下了南洋之后你不许再回国，回了国之后追究刑事责任的，你凭什么跑叛国呀？啊，清政府后来在光绪年间修改法律，允许海外华侨可以回到祖国呀。啊，闯关东啊，那都延续到什么时候？延续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啊，闯关东啊。东北我刚才说了，那是清朝的龙兴重地呀，怎么能让汉族人进呢？从咸丰朝开始，他们也不管了，进吧，因为他也看明白了，你汉族人不进，你俄国人就进了呀。你给俄国人还不如给汉族人啊！而且清朝他自己这个满族统治他也在汉化呀，就是真亡国的那一天他也不回东北了呀，他以为自己变成北京人了，那不回东北，那东北那破地儿谁去啊？那冰天雪地野兽出没那个破地方没人愿意去啊。他后来他也汉化，他也不没有那么强的那个祖宗的观念了啊。满族这个民族，他统治中国268年的代价，就是他这个民族融入到汉族当中去。你现在的满族基本上就是个符号了。我们东北满族很多啊，我经常跟我们同学说，我说满族同学站起来给我们说两句满语啊，他说我母语就是汉语啊，我不会满语啊。他不仅不会满语，中国汉语表达最出色的老舍先生就是满族，号称汉语言大师嘛啊，中国汉语言语法的最高的权威，社科院以前的那个语言所所长罗长培，不就是满族吗？你有汉语语法问题，你让他来给解决。你说罗先生啊，这汉语这个表达呀，很复杂啊，很复杂的啊。你比如救火、灭火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啊？罗先生会给你讲啊。对东北，他也不封禁了啊，也不封禁，也开放啊。所以近代这个闯关东这个浪潮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啊，持续的时间久。我们东北人95%全是山东人，像我这种，我感觉我就是东北人。待300年了，你还能说自己是山东人啊？第六，逞贪蒋琏任用清官。这么说吧，道显这两个王朝啊，这个统治者，这个皇帝，我感觉还可以啊。他就赶上那么个时间段，他也没辙啊，他能用一些不错的官，林则徐、曾国藩。你像有的人犯了错误，说我受了谁谁谁的什么思想的影响，我说人家曾国藩咋不受那个思想影响呢？说你那个思想还有曾国藩信吗？啊，曾国藩很清廉的人，林则徐这样的人，陶肃这都是很清廉的人啊。那么对贪官严惩，当然这个例子啊也有。咸丰皇帝在这点上比他爸强，强在哪儿呢？咸丰这个人呢、啊、
心理承受能力强，敢上，敢上。啊，咸丰八年的时候，他严办了一个科场舞弊案。科场啊，就是考试啊，那只要有考试就有作弊，只要有作弊就得严惩。当然这是话是这么说，那严惩的事儿多，你不让干的事儿多的呢。就为了一个科场舞弊案，大清朝开国以来第一次杀一品大学士，拉到菜市口砍头。就是你做没作弊？做了，作弊就是杀头。但是你被杀者也冤呐。国家法律规定作弊就杀头，你可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你哪个朝作弊也没杀呀？你到这干到我这，你跟我当真了？说你少废话，你作弊你就杀，啊，那心理承受能力了不得。那咸丰九年的时候，北京城里边啊，破获了一起深夜拦路抢劫案。结果从这里边抓出了一个宗室人员。什么叫宗室人员呢？就是皇族。什么叫皇族呢？就是跟咸丰皇帝一个祖宗的那个人，就是皇族。这大清朝这北京公安局抓了个皇族拦路抢劫，这处理不了啊。皇族享有这个刑事豁免权的，这给咸丰打电话说怎么整？说我们抓昨晚拉大网啊，抓了个皇族，啊，请皇上处理啊，本局处理不了。咸丰说这个问题你把它搞清楚了，他确实拦路抢劫，他确实基本上是抓的现行。说好，说你直接你就把他押到他们家祖坟上，到他们家祖坟那儿去，让他自杀，啊。皇族成员享有多少特权呢？啊，你在很某种程度上说的不恰当，类似于高干子弟，你别说拦路抢劫呀，当然他也不一定缺钱，他可能就有这个爱好，他不想难受，啊，你别说拦路抢劫，他就有几条人命的能就一定追究他责任吗？那先锋告诉说送到他家祖坟上勒令自缢，啊。皇族啊，跟咸丰是一个祖宗的，这个祖宗从哪儿算呢？不能从北京猿人那儿开始算，从努尔哈赤的爸爸那一辈儿开始算，全算皇族，啊，你不要管道光，不要管咸丰，他为了什么这样严格的来处理？我们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我想，我们不能仅仅用专制、腐败、卖国这六个字来形容清朝。人家那样一个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他如果就是反动、就是专制、就是卖国，可能吗？啊，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啊。1961年，周恩来总理啊接见溥仪先生啊，溥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2年啊，回到了北京啊。那么面对溥仪先生的一再的忏悔，周总理说了这样的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时人们把满族说的坏些，当时当什么时啊？指的是50年前辛亥革命的时候。周总理说呀，说我都读过周荣的《革命军》，大家知道周荣是宣传革命的，他那骂清朝啊，把这个清朝骂的一塌糊涂。周荣要提到西太后啊，他不叫西太后，他叫卖淫妇啊，骂啊。周总理说当时啊，人们把满族说的坏些，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因为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辛亥革命的时候是被满族是整个骂的，那个章太炎先生把满族叫东胡群兽嘛。东胡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灭绝了少数民族，在我们东北那一片啊，
说属于东胡啊，禽兽啊。他说不是整个民族，是满族的统治阶级。那周总理接着他说即使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啊，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清朝的贡献，周总理说，他说有三个贡献。第一，把我们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了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1912年清朝亡国，留给中华民国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啊，明朝的时候修长城，防御蒙古。清朝人有一句话呀，说得很震撼人心呐、啊。什么话呢？就是说明朝修长城防蒙古，清朝让蒙古做中国北方的长城。啊，你不得不承认清朝在民族问题上处理得好啊。第二件说，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刚才我还讲了人口让道光上老火了，但是当中国融入到世界洪流中去的时候，你就发现40000000人民是一个多大的资源呐、啊！啊，我们可以想象吗？我们在近代100年当中，我们面临世界列强的围剿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来，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什么呀？1997年7月1号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6月30号那天晚上，我记得8点多钟的时候啊，央视现场直播解放军开进香港。他有那个特写镜头啊，解放军那个军车的轮子、啊、一转一下就碾过那个香港界限，然后就往前开。路况也好，道也平啊，开的不是太快，往前开。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什么念头呢？我就想，我说解放军军车下边的这条路是由几千万中华儿郎的尸骨铺成的啊，所以这个人口永远是中国人值得自豪和骄傲，也可以自信的一个东西啊。第三件，清朝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啊。这个奇怪，说清朝怎么促进中国文化呢？我跟你们说呀，清朝对中国文化贡献也很大。你比如他编《四库全书》，清朝的古籍整理，清朝的古籍整理，中国历史上了不得啊！清朝人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个王朝就是中国古代的终结，但是他们确实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束的时候，把中国的古籍全整理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人说谁搞古籍整理，我跟你讲那开玩笑了，你搞什么古籍整理，清朝的人已经给整理完了。人家清朝的人古汉语水平比我们高，另外清朝的人，人家也不评职称，也不搞考核，人自己扎扎实实在那儿整理啊。另外我们依然还要感到感动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他没有推广满语，这个太可怕了。他要推广的话太可怕了。日本统治我们东北14年，给我们东北造就了一批日语人才，那太可怕了啊。我过去我的一个老师的妈妈啊，那日语文盲，口语没问题，他给日本家当保姆，当了20多年保姆。大家说怎么日本统治14年，他当20多年保姆？日本对大连统治40年，啊，文盲，日语特棒啊！哎呦，这清朝要推行满语，他不是办不到的事儿，他什么办不到啊？清朝皇帝自己双语，哈、啊、哈，他上午学汉语，下午学满语啊，晚上要有空他学学维吾尔语或者是蒙古语。你像乾隆呢，肯定蒙古语没问题的。为啥呢？清朝皇帝的那个姥姥家都是蒙古的
啊，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说，说那你说这个道光啊、咸丰他这些举措有多大意义呢？我这里有个结论，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他没有从根本上来扭转一个王朝没落的大趋势，但是这些努力啊，使王朝威信未倒，人心未失，意义依然不小。你看，当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中国的士大夫没有赞助太平天国。你看那些读书人有哪一个加入太平天国的？啊，但是呢，他们站到了清政府的阵营里边。啊，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挥军北伐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老百姓，他至少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了中立。结果太平军北伐军被清政府消灭啊，那么汉族的士大夫曾国藩啊，曾国藩跟武汉的渊源也很深呐、啊、他当过湖北巡抚，可能干过半个月啊，干过半个月就撤下去了啊，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而当清政府挺过太平天国打击之后，他就收到了他调整的最大的利益了。什么利益呢？您看，连绵十余年的战争消耗了几千万人口，人口压力缓解了，连绵十余年的战争打死打跑了无数的地主，中国南方土地集中的问题缓解了，农民都有地了。咸丰还有咸丰他爸道光不是恨透了贪官污吏，他拿他没办法吗？道光咸丰拿贪官污吏没办法呀。为啥没办法呢？他本人就是那个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他有什么办法？这回可好，太平天国打死打跑了无数的贪官污吏，清朝的吏治被肃清了。道光咸丰年间想改革，第一个阻力就是这些贪官污吏的阻挠，我不让你改，让你改不下去啊。他有的是办法对付皇帝，他甚至他都能够去组织老百姓去示威游行去对抗皇帝啊！你不是要把这个漕运变成海运吗？我找漕运水手一起去闹事儿，发生群体性事件，我再给你夸大夸大报告给中央，我看你改。哎呦，太平天国运动把清政府里边一批干练的清廉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推上了历史舞台，于是在这些人的主导之下，中国的改革一下子就进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啊，有时候我感觉啊，这真不知道是谁成全了谁。于是清政府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走出了王朝衰落的难关，迎来了一个中兴的时代，搞起了现代化运动啊！清军士兵终于扔掉了大刀长矛，装备了洋枪洋炮，建立了我们这个大陆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海军啊！那么在唐山，中国人拉响了蒸汽机的汽笛，工业革命的象征火车行驶在中国的土地上啊。清政府还附设了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电报网，让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神话变成了现实。清政府还建设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当高炉运转的时候，西方世界惊呼说这是比坚冰利甲更为可怕的黄祸，就是中国人
终于让他们感到可怕了。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在汉阳那个地方，高炉开始运转了，我们要走向工业化了。这些奇迹发生在道光、咸丰之后的同治、光绪年间，史称同光中兴。但是道光、咸丰这两代君主啊，他们所做的调整为这场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历史上不存在不灭亡的王朝啊。尽管如此啊，道光、咸丰两代君主度过王朝难关的经验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感觉啊，无论是讴歌或者是谴责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建立信心，吸取经验教训啊。我感觉啊，道光、咸丰他们做过很多坏事，但是也做过好事。那么他们做实事，关注民生，以身作则，抓住机遇，适当改革，这些品格值得我们汲取。当然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让我们共勉吧。